我先上去用那个马的雕像嘛，先看一下那个组合是什么。鱼、蝎子、水瓶。这僵尸打不死，真的让我觉得有点讨厌。而且他还会一直跟呢、欸。我干！妈的，每次都是、穿墙挣脱，然后还不会死。啊，我的刀就这样没了、哦。啊，我也没子弹了，这样啊、哦。还是会有爆头啦，偶尔啦。哦，干，还要捡起来哦。妈的，刚才看完，然后马上被抓掉，吓到忘记了。鱼、蝎子、水瓶。这个，你虽然组合是对的，但是他不会立刻就是哦，你转对，然后就吭，然后就开了，干，你还是要空白键按下去。这边有个东西可以推，哎，哦，这边僵尸超多的，有什么特殊东西需要在这边拿吗？还是说这只是上面让我跳过去？这个李阳会不会跳啊？上面那个空隙看起来已经可以跳了、啊，就一步而已、欸。李阳不会跳，看你抓小，现在不能推哦。第二层，我好像还没看到。女神的雕像在什么位置？随时随地都是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子弹也没有，枪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要我能够在手上组合吗？好像可以哦。哦，18。带着，小刀能不能修啊？我能不能磨刀一下？磨刀霍霍，想一下到底要去哪里啊？我手上那个键盘应该是没收品保管室嘛，然后还有一本书需要倒，钥匙还有地方没开，所以它不会打勾，对不对？用完的会打勾嘛？如果遇到怪物，我就直接跑了。如果能跑的话啦，没花。这里明明都来过的地方，为什么感觉还这么紧张啊？靠背，推门都把它推开了。不行啊！喂！我他妈一个堂堂一个李昂，连门都推不开哦！我就不能这样子动，然后把他推倒，可以赶快跑，这样都不行。这是兜鱼。然后没有锁门功能吗？我他妈的真的是按到一半会有僵尸冲进来要咬我，我真的觉得很鸡耶、欸。我不知道这对不对、啊，他这个直接没有直接写，
加杠在什么地方啊？一点头绪都没有。哦，是哦。 铿锵铿锵！我有枪，我不能把那锁头打爆吗 ？OK， 哦，这个已经用过了，这可以丢弃了吧？因为完全没来过哎。 坠落了，等一下哦。那这个木板真的有用吗？就是说封住某一个窗口，僵尸不会冲进来这样。美术室，T卡，应该去可以开那个柜子，柜子里面是散弹嘛？ 这个国王是要放书嘛？还记得？他的手是不见了。组合大法师，空军，崩了不会升僵尸。他这个雕像的机关也做太好了吧？ 石头的手，然后还可以这样子活动，还没看到关节，什么东西鬼东西做的？检查一下这个权杖啊，这个权杖我不知道要放在哪里。base， 宝石，干，一定有个地方要放宝石，比如说雕像的眼睛还是什么的，对不对？回忆历历再现。啊，这个大宝箱不能开啊。 不管之后先回去记录，看这边有什么，好像是需要杆子来拐呀。看这个二楼这个出入口，总是要绕这么大一圈吗？ 还少4颗跟一个手套。<笑>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客人变自己老婆。先带着嘛，我要不要喷啊？红血再喷应该 OK 吧？不用那么，不用那么惊啊。 再去一次那个散弹枪那边，他擦的。僵尸虽然移动很慢，但是在游戏中的僵尸会往前跨步，你们知道吗？真的就像他妈的克拉克一样，没有好小。 被吸到，然后你就被抓起来了。散弹不要告诉我两格，870。散弹是一格，装备格。 散弹我可以留下来打王之类的吧，照以前的经验想的话，至少比小枪威力还高一点吧。而且好险，散弹只要一格，是说他妈的占三格，散弹嘛，直的嘛，对不对？然后你要分，你要三格这样带在身上，马上就哭了。
宝石，继续去那个二楼收嘛。这边二楼这一侧就是克莱尔出现的地方，还是我要继续去钻那个铁门啊？钻铁门那边是不是需要保险丝啊？需要用东西好多、哦。这边啊，这个是保险丝，然后。 逃生梯休息室侦讯，天杀小！我可以不要等合成直接克了吗？可是我感觉等下又会被咬一次。这是刚撞进来的，有动画、欸。克莱尔。 Claire, hold on. I'll be right there. 直哒哒的，还刻意照这边代表要这个，看我就知道有事情要发生。Claire, it's so nice to see you. 快开门呐！还在滋妹。 In one piece. 先开了再滋吧。 I'm guessing you don't have a key in one of those fancy pockets. Unfortunately, no. But how are you doing? You know, just surviving. 雨中之妹. Yeah. Any luck with your brother? No, not yet. Claire, don't lose hope. I'm sure we're gonna find him. Damn it.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Yeah. Dinner time. 他这个锁的门都不能处理一下吗？ Claire, I think you should go. Don't worry about me, Leon. You take care of yourself. You need to go now. Okay, let's get through this, both of us. 上面是有铁丝网防爬或者是尖尖的防爬，问题是妈的。Marvin, do you copy? Marvin. 哇，偶然是升仙了。 我这边应该是还安全吧？啊，钳子在这边啊，干！这样想起来有两道锁需要尬吧？只是想不起来是哪里，先尬再说。哇，这个老虎钳好真实啊！什么位置？ 逃生梯还有个木板。靠北，什么时候躲在后面有一只？ 老师卡好，他到底是现在僵尸都他妈直接躲在旁边，然后准备，哇，要死啦！到底是死了没？啊，我的刀子就这样没了。 直接喷雾了。哦，东侧办公室是锁的，警卫室就是一开始拖那个半截警卫出来那扇门，我们是需要保险丝去开，对不对？ 这是完全是实录铁门，记者招待侦讯，侦讯室。What the? What the?
欸，不对啊，靠北，这里需要走楼梯才去了侦讯室，欸，我还是先逃出去好了。刚刚的地方旁边有门要剪开哦，这僵尸这么多，我先记录一下好不好？这边能不能钻出去啊？不行哦，干！中弹就倒下。方丈来来去去，我要花多少子弹啊？气死！打脚三发才会断，打头就一直不会死。哪里要剪啊？这里啊，光这样子绕来绕去跟笨蛋一样，就浪费了十几发子弹。然后等一下又有僵尸要冲进来，然后又有僵尸要爬起来。啊！我傻小，干！只能封这一扇。弹，闪光，闪光弹，准备投掷。闪光弹可以用来反击耶。有装备是直接，干，没时间想这些了。啊，这个要去那个喷气的那间，对不对？带温暖之类的，没地方放了。高级火药是用来做麦格农跟虾杠。追赶跑跳碰，这都是火药。哦，这个丢掉好了。这样，操你妈的，咬够了没？拿出去又两只。前面这个还没死哦。我能不能准确的知道怪物到底是死了没啊？还是说根本都不会死？现在等于是开了一个捷径了。然后我要去看看欧郎啊，欧郎刚刚是不是没回应呢？妈的，什么时候僵尸变得那么强力了？扭转世界的命运！哇！哎，还活着啊 ？Still alive。我觉得他应该会死啦。机车办公室有一个保险箱、腰包，等等，我看一下，很近嘛，拿一下。欧郎，我觉得他这个伤势一定会死啊。这个头爆了就应该起不来了吧？看一下。左九右十五，左七，不对，左九右十五，左七，包。这警察觉得好穷酸哦，那就背包不带一个哦。20公升、30公升的，每一个都是霹雳小腰包。
然后我发觉这一代的里昂不能闪避，不能说像四代，稍微的闪避一下，没这回事。我先去拐那个三温暖啊，然后三温暖路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地方需要用钳子嘞？会不会飙啊？我的里昂已经黑咕黑咕了，靠北跑进来了。就不能稍微的离跑快一点，这样子一点点就好了，多跨个一步就不会被咬了，所有东西都爆开了。哎，这门好像开不开？我靠，僵尸又一直升欸，封窗哦，有啦，有在封，但是就会爆啊，你们知道吗？窗户是会爆的。我木板只丢了一个，好不好？翻墙就要重走一次哦。等一下，啊，这尸体走了之后就有子弹了。这个密码我打不开，后面应该会找到文件之类的。啊，这地方怎么强迫成这样？哎，傻小，你能坐在那边？有自动记录哎，干，我有不好的预感。这边二楼过去 ，Stars 办公室。他这个惊叹号是要找密码，然后拿重要道具才有惊叹号，对不对？为什么瞄准要等那个准星这么久才聚在一起啊？李阳是近视还是怎么了啊？Cup GAP 警察，干，拿啥要子弹了？不要，有没有快速缩小准星的强化道具之类的？戴副眼镜这样有没有？有东西可以收哦。Star 办公室、枪械室、交易厅，放下放下。干，给这么多。给这么多虾杠子弹，我用屁股想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这个虾杠需要说吗？不用啊。暴雨，呀！我靠，天爷啊！我可以等他过来一点吗？哇！算死还没死啊，好痛哦，吃药吃药。我被尬了一下，黄血变红血。哎，这个田野怎么这么恶心啊，他皮都没有嘞。之前的田野没那么恶心，现在超恶心的。电池，我看这珠宝有什么？电池是要，
95.957 啦，这个我刚开过的那个保险箱嘛，耐火三位数保险箱，一厅一楼开过了嘛，会拿到一些线索，你就可以去开那些额外道具了。当然你不开也可以啦，这包包小到被狗干而已。这外套好帅哦，天堂制造。C4 电池哦，监狱的那扇门嘛，想起来了。是要插磁碟片是不是？光碟锁定，武器库锁定，需要授权啊 ，USB 插孔，硬体解锁。衣服看起来也没什么好东西，又一把小手枪可以捡，地上一张纸，上面写着“自求多福，菜鸟”。这办公室没有路可以出去啊！哇，大包！东西不能说放地下，而且很多东西我就变成说，哇，那现在怎么办？这种感觉，红色药草丢了好了，人生带满满，我需要回去一趟了。我要先组合啊，对齁，干，没看到，浪费了一个红色药草。几百耶！谁在跟我玩仓库翻？我就！这边真的血迹斑斑哎，好恐怖哦！一只舔爷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哦。那我们以后是杀舔爷杀方块，杀舔爷杀那么爽，到底是怎么杀的、啊？啊！这个女人怎么还活着啊？她怎么那么耐命啊？我游戏进来第一刻就遇到她，怎么还活着？交易厅，我要拿一拿，应该就变蓝色了。哎，这是小刀吗？她到底是死了没啊？这样总该死了吧？我就不信他这样不死。小刀，那还有一只僵尸。他那个楼梯那边，我现在是过不去，没错吧？你们说李阳不能跳，真假的？看起来就一格距离呢，这边都不能跳。不能跳，靠背。怪的声音啊！是因为一扇窗不封，然后就全部500只冲进来哦。GAP 开过了，呼草。电子装置组合 ，G4 可以按了。OK。我。我还不想直接冲去再把那个窗子封起来，这样应该太蠢了，不太可能吧？已经有怪冲进来了，
资料室。梅花，快一点啊！干你老师的！啊，走错了！再回去记录一次，然后把窗户封起来。接下来去伊凤那边，这样我等于开了一个捷径嘛，应该是吧？他这边是要爱心梅花，窗户不要封了。那一色仓库三楼，封去三楼。这条路真的怪物超级多，完全就是因为你没有封一个窗户，在那边已经是僵尸海了。哦，好险，好险！就因为一个窗户变僵尸海。增加刺激度啊！妈的，一堆僵尸真的超难躲，好不好？如果我站在旁边是会死，对不对？这边总可以了吧？啊？那个声音是舔爷吗？记录嘞，等等有箱子可以，这箱子可以尬吗？行，那你古堡木箱没办法打开拿道具，怎么可能？女神弓箭蛇，阿小，我在转这些的时候，时间不是暂停的吗？这是弓箭吗？怎么烂成这样啊？干！少女，这时候走错，闪过了舔爷的一击，靠，被他一直追耶！应该不知道我在这边吧？我都已经离这么远了，哎妈，真的是追到会皮皮抓哎！干他妈，先去记录再说啊！
越玩越像凶宅。你们觉得嘞？越玩越像凶宅。他妈的，一直绕来绕去，所有的门都要记着这里到底是哪里啊？啊，记录点呢、哦、？OK 啦，就在这边啦，这种感觉。我把这个雕像倒一倒啦，然后可以稍微段落一下，大概一个小时分一段，这样 O 不 OK？ 可以吧？密道开喽，刚好有一个重点完成，这样。我不用带黑人一起去吗？再往前面一点好了。收集五件神器。这个地下室在洋馆也是有嘛？So it goes underground. Huh. That's it. That's our way out. Lieutenant Branna! Marvin! 死了。It's time to go. Hey, Marvin. 快给他一枪！ We need to get you to a hospital right now. 欸？我以为他变僵尸了。Save yourself. Come on, I've got you. Go! Look, we can still make it out of here together.Just can... It's too late. I tried, Leon, but I couldn't stop it. We can't let this thing spread. 已经扩散了，好吗 ？Just go. I understand.回到祖林的身边。我觉得他要不要一枪把自己毙了？哇，又回不去了。哇，刚刚那个记录是这个区域最后了。前面应该有记录点之类的吧？成就女神之路密室。哦，这边的店还自己开起来的，啊，这个密室的形状怎么那么像保护伞标志啊？完完全全是阴谋，保护伞避难室啊，是警察局啦，有个钟楼。哦，已经有记录点了，靠北，在紧张杀小的啊，记录点就直接下来就有了。电梯。他这个电梯只有一个按钮，代表我不用担心说，我应该去 B 1 B 2 B 3 B 3拿的东西回到 B 1 B 1拿的东西到 B 2 B 2拿的东西回到 B 3 B 3再去 B 1 B 2 B 3不用这样担心吧？掉楼梯，怎么这么恶灵古堡的 feel 啊？有路先转进去看看。这边没有地图哎，我要走进去它才会出现呢。What the？ 他们在关着啥桥？这下面怎么这么大的区域啊？博物馆下面是兵工厂吧？这个博物馆下面，警察局下面怎么是兵工厂？太大了吧！机械室、地下设施，哇！哇靠！这是暴君吗？他是啊，干，真的是！救命啊！李阳已死。
这道具是刚变化吗？怎么脑袋有点蠢蠢的？不要跟我说我要打这只哎，他是他拿的铁管。赶紧点路，赶紧点路。这能不能直接逃出去啊？有草哎，先捡再说。好多子弹哦！手榴弹。我听到他讲 Help me 耶！哦，好险，快走！这打得死吗？倒霉死路！给他吃芭乐好了。眼睛出现了！操！别碰！干！滋补滋补！闪光弹有没有用啊？煤气筒。这边是一个圆形区是没错，但是哇靠，东西都打烂了。No choice, gotta take it down. 干死啦！哎，没死。这刀子还拿得回来吗？可以处决啊！全部的，那是在变身是不是啊？要打几百下，有闪到他了。这边只有道具哦，天哪，我要急死在这边了。有煤气筒啊！一个都没看到。死了！我死了，死了，死了，死了！逃跑了。这应该没死吧？boss 打完楼梯自己下的，妈的 ！Somebody's watching。他是让我解决啊，刀子在这边，爽哦！他是让我解决那只暴君小弟，然后再帮我放楼梯让我走，干！王八蛋！我看什么东西，捡一捡啊！刚那边好像还有子弹还是草啊？要去找一下了，这应该是没有威胁了啊。
哇，没什么重要的东西啊。我要打死了 ，BOSS， 给个霹雳腰包嘛，对不对？雪莉爸爸哪有那么快就变身？雪莉爸爸不是要在五代才变，还是在几代啊？忘记了，还是零代一代？哎，安全区。哎，阿干，真的给一个皮衣腰包，啊，爽哦！满足了，满足了。没东西可以组合。